那下一位伙伴呢？让我们欢迎佩信。那佩信会跟我们分享，生育系统是社群开放社群的基石吗？那其实这后面是有很多脉络的，也是呃，GPT d o u l e Zero Short Out 坑的一个呃前面的一些总结整理哦。那其他细节就让我们欢迎佩信。谢谢。 谢谢豆泥，然后谢谢刚刚丽颖在讲，就是我们是一个很自主自发的一个社群。那就延续着社群这个主题，我就来讲说，生育系统是开放社群的基石嘛？对。那呃，去年年初我跳进了一个是以 Web Three 为主题的坑，名叫 d o w Zero，刚刚也有介绍到。那我参与的这个计划叫做 Shoutout，out 中文的匿名昵称就叫做感谢大声公，它是一个贡献记录，呃。 记录下就是大家做了哪些贡献的一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为什么我们会制作这个工具呢？因为我们注意到大部分的的来参加社群的人，无论是线上线下，是一般团体还是说所谓的分散式自治组织，其实都有彼此感谢的文化。例如说，有人做事做的很帅，我们就很想欢呼一下，对不对？那这些感谢的文化，我们怎么样把它收集起来、记录下来？ 然后大家是怎么从这之中互动的？我们就利用这个机制呢，去设计了一个激励机制。这样，那简单来说，我们就是呃，完全跟一般发文的做法一模一样，唯一差别在于你只要再多 take take 个 sholar bot，我们打造的 sholar bot，然后再 take 你想要呃说话的人跟你想说的事情，然后就按发送，发送之后就会形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会看到，就是呃，这些这个机器人它会自动腾入大家所写的东西到后台去，然后呃，会把这些呃，即使你是在留言串里面写，它也会帮你扶到主河道上，让大家都看见。所以顾名思义叫我感谢大神功，对。那这是一个很简单、可爱又有启发性的计划。那现在这个计划还有在继续做，然后工程师跟一些伙伴也有在想要继续改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欢迎入坑。 那我今天想要多讲一点的是，我从这个计划，这个简单可爱的计划，呃，学到了些哪些事情？其实这样子的设计本质就是一个 reputation system，这个 reputation system 非常的直化，哈，你完全看到的都是文字。 那同一件事情，可能不同的伙伴来说，可能感觉又都不一样。这就是文字的，就是文字跟诠释的力量，这样。那可是，呃，对很多已经习惯量化的人来说，可能觉得也太没有效率了吧？那这样我要怎么知道他这个人最后是好还是不好？对，的确很没有效率。可是，在社群当中，我们认为有的时候直话比量化是更能持久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接下来会说。那在此之前，我先区分两件事情。 Reputation 跟 achievement 是不一样的。呃，你我们在线上也好，或者线下，我们看到一些商家评价，我们都会去看评价，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只是单纯去看它是五颗星还是四颗星，我们看的是这些评分底下的留言。毕竟网友的需求可能跟我不一样。我去到同一家餐厅，或者是去到同一个住宿，在意的點,点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在意，例如说民宿给你豪华大浴缸，他就觉得 OK。 但是如果我在意的是呃床铺的软硬度或者是环境的安静程度，那可能就不一样。对，那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呢？Reputation 一定是跟需求跟功能绑在一起的。所谓的功能就是你到了这个社群，哈，你你你在这个社群里面跟这些伙伴一起做什么事情，让别人看见了。那别人如果需要有人帮忙，他来这边可以找谁？那现在有很多系统，当然会把登录几次啊，哈，你办几次活动，写几个。 呃，投票什么的，就是去当成一个分数嘛，这是 achievement 好，不是 reputation，是 achievement，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它只最多证实你是真人，好，你有在活动，你不是呃，就是女巫攻击的假账号。但除此之外，还看到了什么？可能很难，还是很难看到，就是你这个人，哈，做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技能，你做了什么事情，甚至更精确来说，是你这个人能不能信任，你担任什么位置，然后适合跟怎样的人一起玩。 那中文有两个，就是还蛮要讲这些属性。中文是有还蛮好的对应的，叫才德。才就是 talent 或 skill，啊，德就是 virtue。那所谓的才呢，就是指你具备哪些能力，例如说你很会 sales，你很会写程式，或者甚至你会维系社群。维系社群是这个蛮专业的事情。对，那德则是你怎么待人处事。 例如说你是正直，哈，你是灵活，哈，然后或者是说你是温柔的还是果断的，那每一个计划需要的才德都不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呃在一个竞争激烈，然后反应也很迅速的计划的话，你可能需要果断，好，需要决断力。那如果你说是成长型或者是学习型的，那你需要陪伴或团体动力，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 那不同的，甚至同一个技能跟个性，放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价值也不一样。所以说，呃，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 reputation，我们要先知道说他是在怎样的社群里面，然后做了什么事情。对。那我前面提到的 shout out 比较偏直性，因为全部都是文字记录。那比较常见的当然是量化。量化的话，呃，让量化的 reputation 通常都看到数字、分数。 或者是评价，或者是呃那个头衔，但是你看这些头衔，你还是没有办法知道说，哎，他是个好玩的人吗？他是个聊天有趣的人吗？你不知道。好，那有一些系统在设计的时候，为了要让就是更普及、更能够广传，所以会选一些比较广泛的 skill 啊，然后呃记录你说你参加多少个计划、办多少的活动，对。但回到刚刚我讲的，即使有了这些，你还是不知道。 他是怎么完成计划的？对，这个完全靠分数是没办法看到的。对，那如果涉及量化的话，我们还会呃，下一步可能通常都会说比较嘛。有人分数可能是八分，有人十分，那我们就会拿来比较。可是有趣的是，当我们要完成一整个计划，像现在这个 s u m m i t 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来自八方，然后有不同的能力、专业一起聚集在一起，不需要比较，因为有些人可能写文章很厉害，他可能就去媒体组。 好，主持人很厉害，就是当主持。对，所以，呃，当我们要完成计划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不同的人加在一起的。那我讲这么多，其实也不是说量化没有用，并不是。而我只是要说，reputation 跟 achievement 我们可能要分开。对，那登入几次，开几次会，这些 achievement 很重要。好，但是 achievement 是行动的结果。 它真正重要的是，呃，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跟多少的伙伴互动，然后，呃，跟你的就是窗口怎么怎么怎么交流，这才是重要的。对，所以我这边写的是真正重要的是你的行动过程留下的那些痕迹。那如果要记录痕迹的话，当然就不太可能只是一个分数，所以我们用的是叙事。我们认为叙事是最有利的记录方式。 那这个记录方式很可能会更准确的去记录下每个人怎么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它早于所有的统计，早于所有的光环。好，然后我们在理解事情跟认识事情的时候，最第一优先使用的还是文字。对你基本上可以说，这是开放所有人一起来记录。那你说开放所有人，还是看得出差别，对吧？就是一篇文章落落长，如果里面只是呃。 填了一堆形容词，另外一篇是可以直接让你看到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为什么让人感动。其实观众都自有公断，是可以比较得出哪一个好，哪一个哪一个坏这样。那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如果是一个好一篇好的报道，或者是甚至公关系统，到目前为止可能都还难以被取代的原因。 然后最后我举再举回来，刚刚我说的，我们打造的这个 s h a o 工具，它的一个设计机制，我们呃也注意到说，这样子的交流互动是双向的，所以这个机器人记录的是双向的，就例如说，它会它会显示是谁写出这个东西，然后给谁，在后台跟在那个前端页面，我们会很明显的区分出这两个，就是这两个资讯。那为什么呢？因为呃。 哦、oh,，sorry，再上一个，<laughs> 就是这些感谢都散乱各处，然后又在河道上，所以我们后来又想想，那不然把这些东西全部聚集在一起会怎么样？请看，刚刚这些呃，还光只是好像一个月的资料而已。 呃，这个计划已经运行了差不多快一年，其实资料量远大于这个，我们好像收集了差不多四百多条。呃，这一点很有趣的是，当是散乱各处的时候，可能过时间过久了，我们可能就会忘记了。可是当把它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力量就出现了。一段时间过后，你再回来看，你会觉得哇，原来我以前做过这么多事情。哇，原来大家注意的是这些，对。那这也是呃，我们注意到说。 很多来社群参与来参与社群的，其实不是完全为了物质，不是，他可能是为了他的学习，为了成就感。好，那每个人需求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要问大家：为什么大家是要来参与公民社会？为什么要去做自工？为什么要另外成立组织？因为如果你说你要政治，好，政治参与，我们现在有政党啊，好，然后也有一些就是组织啊，为什么还不够吗？ 那如果你说工作，工作也有公司啊，不然的你就去 freelancing 自由接案啦、啊。为什么我们还要再组织起来？其实答案大家都很清楚，不够好玩。现在既有的一些政党政治或者是一些既有的传统做法，可能不够好玩，不够自治，好，我们的自由度不够大，然后或者是说，呃，太过压抑，太过集权，简单来讲就是不够好玩。那既然如此， 再回到我题目原本要讲的，如何设计一个 reputation system？如果我们认为既有的传统方式互动方式不够好玩，我们在重新设计制度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变回以前那种传统的赢者全拿的系统。好，那如果说呃我们都不太喜欢一直比较，一直做传统的竞争，就不要再做成像以前那样只能竞争的，只能比较的。 方式好，那如那我们再讲要投票，民主政治最爱讲投票。如果要投票，我们也不要让投票成为一个可以让旁观者任意许愿，他不是这个核心成员，但是他可以任意许愿，然后把核心成员累得半死的系统。这个我们应该在物理世界很常看到吧？我们本来就很讨厌吧？我们都开玩笑啊，这叫念巨婴戏嘛？对，只有巨婴才会一直要求别人，然后自己不做。 所以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玩的地方，我们要的是能够尝试新东西的地方，然后我们要能够认识彼此。所以，我们是需要在一个主流的环境之外，找到一个我们可以在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打造事情的地方。那我们说做事，做事是什么？做事就是要让每一个伙伴都看得到自己认真投入，好是会被大家看见，是会被大家认可的。 然后这也是我们在制打造这个烧呃机制的时候，呃都在看的地方。那即便我自己是打造这个工具的成员之一，但我也不会说它就是万能的。很多人就就是看到这个计划很有趣，就就来问我说：“哎，那它的社群是不是适合用？”我自己都很老实说，呃，它就只是一个工具。It's not a solution. It's just a tool. 错是什么？就是你有需求的时候，你去用这个工具才会有用。如果当你你发现这个工具没有用了，就这两条路线：第一个是你其实不需要它；第二个是你可能自己的社群就出了一些问题。对，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它是一个互动工具。这个工具出了问题，其实是有可能是你的社群出了问题。对，那我们去年呃。 有访谈了蛮多 G d V 的坑，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做一个研究计划。那我们访谈过程中也有注意到，说就是呃每一个计划、每一个开源社群对于对于就是 reputation system 的样貌是什么，然后是要量化、质化的想法都不一样。比如说，呃有一个有一个组织是在做事实查核的，当讲到每一则贴文，就是查核文章的呃。 优劣程度的时候，那个可能需要分数，他们会有一个正减正正负相减的一个评分，然后评评论出是 useful or not。但是如果回到他们呃内核心团队的呃那种 reputation 的时候，就是不用比较了，也不用打分数了，对。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说一个呃 reputation season 要怎么设计，好。 跟他这个社群怎么互动有关系，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的社群的人际关系是什么，然后还有那个专案的工作项目是什么而定，对，呃，所以这里呃可以带出说，我们永远都要问问题背后的问题。讲到投票，我们为什么要投票？讲到加入社群，我们为什么要加入社群？对，那要先了解这些，我们才能知道要怎么。 做怎么设计那些机制，才能够反映出刚刚我讲到的才德，好，才能让每一个社群伙伴加入进来之后，可以真的做他自己，然后真的一起打造好玩的东西，然后一起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对，谢谢大家，这是我以上的报告。